枕头来的阴道。 Hello， 公主，你睡这么劣质的枕头啊，怎么可能当睡公主呢？真的，一辈子哦都是醒着的，没有王子会来 kiss 你的。王子，来，你不要烦。这整堆枕头你拿过去。啊，里面有四个枕头，一个抱枕，还有两个小枕头。那么多，你确定吗？ 这是真空包装啊，而且呢，它的价格真的便宜到笑啊！你不信你看一下，多少钱？欢迎来到晨星健康，每个拜六礼拜一点钟，我们约定你哈。晨星推荐都是最划算、最划算的套组来的。 没错，让你一整夜好眠，有的就是Universal No.1的枕头套组，Alchemy Essential 系列的云丝卷枕头，而且今天带给你的是真空压缩的包装哦。哇，方便收纳呢，而且我们给你是100%100的规划聚酯纤维填充啊，可以防止皮肤过敏了，可以水洗哦，更耐用。是的，没错，重点是什么？今天的套组是非常完整的，有四颗枕头，再加一个抱枕，只需要139令吉而已。哇哦！ 你看看，我们帮你争取回来的两个小枕头，包含枕头套的啊，价值99令吉80仙，不挑色送出，是不是很喜欢？<笑>是的，还有免运费送到你西马的家，所以大家如果家里有缺枕头，或是很久没有换枕头的话，请看过来啦。 欢迎光临晨星最好康，你好，我是 Gary 岳俊成。大家好，我是星星。那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睡公主呢，<笑>由于她每一天都发噩梦睡不好，所以没有办法呢一直长眠等王子来 kiss 她。<笑>那如果你在家也是有这个问题的话，每天睡觉啊睡到哎呦好像会翻肝啦，或是起来腰酸背痛啦，完全是睡不熟的，那就表示说你是时候要换枕头了啦哈。是的，没错，而且今天带给你的枕头套组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你自己看一下，Alchemy的品牌4颗枕头，再加一个床抱枕，而且今天而已哦，我们额外呢再给你的就是两个抱枕，额外再加送给你的哈，整个套组哦只需要139令吉而已耶。哎，真的很夸张，大家看一下哦，我们给你的呢是一个云丝卷填充的枕头啊，然后这些枕头呢都可以防螨虫啦、防细菌啦、防霉菌等等，这四个真的很有承载力，然后呢。 它睡下去的感觉是非常的柔软的，那之前如果有看过我们晨星最好康的话，就知道这是一个明星畅销产品来的，非常的好卖，而我们自己家里也有了。那今天重磅回归，目的当然就是希望呢，大家可以哦，就是买到好睡的枕头，一觉到天亮，你要知道，如果睡眠好的话哦，天天都可以好心情的哈。是的，没错。那当然，今天为什么要给你呢？四颗枕头再加一个抱枕。 枕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大家哦，就是有去过酒店呐、啊，就是入住的那种经验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到 hotel 哦，每次都是四颗枕头的？那就是因为两颗我们会拿来套，另外两颗其实我们会拿来抱啊。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的话哦，你会怎样？你呢还会把它围在墙壁旁边，就是把你的孩子围起来，不要让他呢撞到墙啊，或者是滚下窗。那今天带给你的就四颗很完整的枕头，至于再加上一颗。 床抱枕就是那样的简单，只需要139令吉。你带回去的可是名牌货 Alchemy， 看到吗？阿哥睡得多么的香甜，那就是因为你整下是没有压力的，然后你的颈肩是完全在放松的一个状态，因为呢这个枕头哦是完完全全可以 support 到阿哥的颈肩这里，你看到吗？ 它这里呢，其实我们颈部跟肩膀哦是有一个可以算是弧度的，但是这个枕头你看。 它呢是非常蓬松的，所以呢可以把阿哥厚厚的肩膀的这个厚度到他的这个颈肩的这个区块这里哦，这个弧度呢给 support 起来，好像有一个双手在后面托着你的感觉。阿公主啊，人家睡觉你一直在那边叽叽喳喳，我根本睡不着了。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枕头刚刚我一躺下去，立刻我就很想睡了，因为它真的是超级柔软的。然后呢？ 因为这个布料也是一个超吸纤维，它很透风啊，你不会觉得说，哎，睡下去热热的，那个颈肩哦，很不舒服。然后你看，当我抱着这个枕头的时候，感觉上我就抱着我的爱人。哎呦，我们给你四个枕头嘛，一个，然后你可以拖着你的脚，你知道咯。如果是去酒店的话，它有四个，所以呢，如果你在家是一个人睡双人床的话，你直接将那枕头啊摆在你的旁边这样子哦，就很舒服了。
手有衬托，脚也是有衬托，哇，这绝对是五星级的享受啊！是的，没错。而且你看哦，为什么今天我们带给你的枕头哦，还有呢，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呢？那就是因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的枕头哦，如果很久没有更换的话呢，它会有什么问题？它会有很多的螨虫啦，很多的细菌啦。你自己想看一下，如果呢这些细菌、这些螨虫哦，就是呢进到我们呼吸道的话呢，就会带来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一个呼吸系统问题出现了。而且除此之外，我们的这个枕头里面呢，可以防螨虫。大家都知道螨虫是一个很细小、很恐怖、很讨人厌的一个生物，为什么它会为我们呢带来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毛孔粗大啦、皮肤过敏啦、打喷嚏啦，甚至是痘痘的问题，都是因为螨虫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枕头有 anti dust mite， 可以防螨虫的，所以螨虫呢在上面哦是不会怎样生活下去的哈。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躺在这个枕头上面哦，是非常舒服、非常 relax 的。如果你家里有宝宝，像阿哥这样子，你就可以把四个枕头围起来，嗡哎嗡哎的时候，还不会滚下床，还是敲到那个墙壁。说真的，我睡在这个枕头上面，我感觉到很安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防螨虫嘛，防细菌、防霉，所以我不用担心睡久了之后，哎，呼吸系统会出现问题啦，甚至也不用担心说我皮肤会过敏啦。最重要的是，这个枕头是可以拿去洗的，因为它是云丝卷填充，你就算放进那个洗衣机里面去洗哦，它都不会变形。不过记得你要放在那种啊，就旁边开门的那种啊洗衣机洗啊才 OK 啊。是的，你看像星星自己本身啊，其实我是在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卖场买的这颗枕头，但是哦，我就是因为贪便宜咯，一颗枕头哎，其实也不便宜啊，都是要50多令吉、60多令吉。但是我一买回去哦，我发现到哎，其实它中看不中用，因为中间的那些棉花都是空心的。所以呢，我认识了，我遇到了阿 Kimi 的这个云丝卷枕头之后哦，我觉得它是福音来拯救我来的。你看，我还可以把整颗枕头塞进去洗衣机里面洗。你家的枕头可以做得到这样吗？做不到，因为里面的棉花会散掉，真的，对不对？如果你这样洗呢，枕头一出来哦，它立刻变成四不像了。到时候你要怎样拍它，它都变不回同样的一个形状，而且它很难干。然后呢，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枕头，你看45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在蓬松度方面呢，它已经是秒杀其他的枕头啊！没错，不信的话，你看啊，我们现在两颗枕头，我们压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它呢是非常蓬松的。你看我这样压下去，阿哥，你那个压下去嘞，直接到底了，你看到吗？我的还可以bouncing的感觉。哎，我这种枕头呢是属于比较廉价的，那由于它是廉价，所以它的填充物呢都比较少。所以如果你睡久了之后，可能它就变形啊，这边呢完全是没有这个支撑力的啊。是，没错。但是我们家这个呢，你看，就是因为有一定的一个蓬松度，里面呢是云丝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科技，我们待会做给你看啊。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哈，也是危险动作，各位小朋友在家不要学。这个碟子呢是丝毫无损的哈。然后现在呢，我就将它呢放在下面这边，然后我将枕头盖上去，然后呢，我的高度大概就是两个手掌这样子哦，把它丢下去，你们发现看一下它会有什么情况？哦 ，OK， 一点点声音都没有哎。而且为什么我们用4公斤的哑铃？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头颅啊，每个人的成人的头颅大概是4公斤。但是你看碟子完完全全就是没有在破。那如果你想说，哎呀，你们的碟子哦，是不是道具来的 ，plastic 来的？我们现在用回同一个碟子做给你看。对，如果你家的枕头是这样子扁扁的哈，睡久了之后中间是空心的那种，你就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好，一样的高度啊，大家看一下哈，我们就1、2、3丢下去。哎呀，你听到那个声音吗？你听到吗？砰砰！如果你的小朋友的头直接掉下去这个枕头上面，他在地板上面，他会怎样？哭到半死，然后你看一下那个碟子已经是碎了、oh、裂开了，看到吗？是、啊、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你买枕头一定要买哦，比较蓬松有支撑力的，要不然你的这个枕头呢，比如说你放在那个地板上面的时候，小朋友啊睡觉啊，他们这样子哎掉下去撞到那个地板的时候，头就会起那个红母楼了啊，人家讲的哈、啊，起高楼。OK， 那当然呢，大家如果呢你买了回去的时候，哎，其实
石头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支持。你们带回去的时候，我们是真空包装来的哈，你不要以为你买错货哈，是真空包装，所以呢可以省下你们的空间。如果呢你没有用的话，你一直放着的话，它是不会蓬起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要教你如何去使用它哈，就是呢你要把它给剪开，前面这里我们有一个呢可以算是灰色的线，你就呢把我们的这个枕头的 plastic 给剪开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它是慢慢的怎样，就是恢复蓬松的感觉，你看。Oh magic， 好厉害嘞！是不是？这个真空包装哦，就方便很多人了。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这个枕头，你可以先将它放在你的衣柜里面哦。哎，等有客人来，或是你要换新的枕头的时候呢，就拿出来这种啪啪啪，好像装了地枪那样哦，一下子就变回蓬松了。真的，这个做法很贴心，我只能说啊。真的，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哦，就非常容易收纳嘛，对不对？而且你看，整颗就是蓬松起来了，而且你再给它多一点点，五分钟的时间，让里面的这个云丝卷哦再醒来一点点，它的这个枕头的一个效果就会更加的蓬松，像我们刚刚给你看到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啦。OK， 各位朋友，我现在呢给你们看另外一个东西哦，可能会吓到你的，因为有时候你说，哎呀，买枕头吧，了嘛，买这样贵做什么？ OK， 买二三十令吉、三四十令吉的枕头啊，会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全新的枕头，其他的牌子的、啊，我先不让你看到它的这个牌子的名字，因为这是不能的。OK，、然后我们要有道德，然后呢，我就将这个枕头拿出来给你看一下哈、啊。哎，你看这个枕头看起来是好像一样很蓬松，对不对？对、好像一样高的感觉。肥肥的 OK， 可是它很硬啊、然后当我剪开它里面的东西的时候，是你一定会吓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有些时候哦，没有人哦会就是在卖场里面哦开启那整个枕头给你看，哇，里面是什么来的？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心枕头。嘟嘟，我拿到我手都会抖啊！各位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枕头里面呢，都是一些哦，就是工业的废料啦，或者是不要了的一些残棉啦、然后呢，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微菌啊、真菌、微尘那样子，所以你一直睡在上面的话，你会呼吸到这些东西，对皮肤也过敏的。OK， 我的鼻子现在已经痒痒的了，而且重点说那么黑，那么黑的这个就是可以算是我们的这个内在哦，你真的安心去睡下去吗？当然不安心啊，不敢欸、对不对？但是你看一下我们的哈，给你看，我们有的就是 Akemi 的一个品牌。那当然今天呢，我们不惜一切成本，就是要开启我们这个 Akemi 的全新一个枕头，剪给你看它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材质哈。我跟你说，你买到 Akemi 的枕头呢，一定是赚到了的、怎么说都是一个名牌嘛， OK、然后呢，我们给你的是一个云丝卷填充的枕头，是说不定哦，你真的是想不到说，哎，云丝卷是怎样的。现在呢，我们打开它了，什么是云丝卷呢？孙悟空的干岛碗啊，你懂吗？看香不香？是不是很像一片云？很长一片嘞，看到吗？我们整张桌子哦，到底哦都还有哎，哥还有在一圈，你再打开还可以。OK， 好，来来来，我给你看，就好像我们躺在呢云端上的感觉。你自己想看一下，你的头很累很累，你的肩膀很酸很酸，你就是要躺在像云朵般柔软的枕头上面，你才可以一觉到天亮，而且发的、都是美梦啊。所以说它不是那个填充，就睡睡的那种填充，一百套已经卖出了哈，然后呢，当它卷起来的时候，它就是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了。所以你明白为什么它这么蓬松，支撑力这么强了吗？所以四个枕头，一个抱枕套，再送你两个小枕头，再加枕头套，才卖139令吉，便宜到笑，对不对？是的，所以大家不要再等了，很多人都在抢，只缺你而已啊！赶快拨到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或直接下载手机应用程式来抢购吧。CJ 王小。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一点钟，我们晨星最好看的都是准时报道的哈，也希望你继续支持我们，我们可以给你带来最划算的套组了。是的，没错，今天就有一个让你一夜好眠的 CJ Workshop No.1 枕头套组，它就是 Akemi Essential 系列的云丝卷枕头，而且今天带给你的是真空压缩包装。对，云丝卷的填充料呢，都就可以有这个很好的支撑力了，而且回弹性非常的好哦。
是的，没错。重点是什么？你看一下，它是100%硅化聚酯纤维填充，所以呢，它可以防皮肤过敏啦，还可以水洗，而且更加的耐用哦。哎，可以水洗，这很好。最重要的是它防尘螨啊，防细菌，防霉。如果你小朋友正在发育期间的话，这个枕头最适合他们的了哈。是的，来看一下你带回去的完整套组到底有些什么？四颗是四颗枕头，再加一个抱枕，只需要139令吉，很便宜啊！还有送两个小枕头啊，包含枕头套的价值99令吉，80%不挑色送出。之前好像没有送这个小枕头的嘞。对呀，好漂亮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抢，因为啊还有免运费送到你西马的家，不管你住在 Johor 啦、Penang 啊，还是关丹，通通都是免费的哈。对，如果你用 CJ Workshop 的手机来买的话，还可以获得5%网购积分啊，下次买东西可以扣7令吉，所以赶快上网去买喽。我这个枕头呢，真的是很扁很硬。但有时候我不想睡这么硬的枕头的时候呢，我就会睡这个比较蓬松的，可是它看起来不是很扎实，而且也太旧太肮脏了。所以今天呢要推荐 Akemi 的云丝卷枕头给大家，你看一下，很蓬松的哦。这个云丝卷枕头呢很有弹性，睡下去的时候感觉上它就会衬托着我们的顶上还有肩膀，很舒服，而且它挺透气的哦。最重要是它防螨虫啊、防细菌啊、防霉等等，这是一个很高级的枕头来的。这个枕头呢还可以丢进洗衣机去洗，所以是非常的好用的。你不用担心睡久了之后哦它会变形会凹下去哦，因为它是云丝卷枕头。最重要是它的套组，它的价格太便宜了，在市场上呢绝对找不到，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趁早哦。那各位朋友，我们已经卖出133套 Akemi 的枕头了哈。这个枕头是畅销的产品来的，现在已经是战线当中。如果你要抢到我们的枕头的话，赶快上网买 cjworkshop.com.ny 或是用我们的手机 apps 啊，因为你可以获得5%的网购积分，7块钱呢、啊，下次买东西可以扣7块钱的哈。是的，没错，而且 Akemi 这个品牌谁不晓得啊？我们每次呢去抢啊这些可以算寝具品牌的时候，有 promotion 的时候，你第一个一定会先去看 Akemi 这个品牌。那今天你不用跟人家抢，你不用去排队，你只需要坐在家里赶快上网去抢购，你就可以把 Akemi 的4颗枕头再加一个抱枕，还有额外再送给你2个小枕头给带回家哦。然后我分享一个真实的经历给大家，因为以前我发育时期就是中学的时候啦，是讲真的，我家的枕头真的很烂的，很旧的，没有换过，因为可能当时我的父母亲也不了解枕头的重要性。是，结果我那时候长了很多的青春痘，因为我们根本不晓得说原来枕头会长螨虫，尤其是你没有清洗的话，你没有保持它的卫生，它长了很多螨虫，它就会引起皮肤过敏了。所以如果你家的小朋友现在是在中学时期，在发育时期，你不希望他的皮肤啊长满痘痘的话，你要给他干净防螨虫的枕头啊。是的，你自己想看一下，我们每次躺在枕头上哦，最接近枕头的就是我们脸的皮肤，然后再来你一转身的话呢，哎，我们的鼻子哦是很靠近我们的枕头的，所以呢那些细菌啊、螨虫啊就会经过我们的呼吸吸到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哎，就是因为这样哦会造成很多身体的一个问题出现哦，好像鼻子敏感啊、鼻窦炎这些也是这个情况影响的，对不对？所以你赶快去想一下，看一下你家的枕头是不是已经是2-3年没有换了，是5-6年，然后有味道啊，有口水印啊，你不要觉得那总是你熟悉的味道。当你想想看，一个枕头里面有成千百万的真菌在里面的时候，你真的是赶快把它丢掉都来不及啊！是的，没错，而且不要忘记，先带给你哦，是名牌货 Akemi 来的哈。你在外面单单买一颗 Akemi 的枕头都是要上百令吉的，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以4颗枕头再加一个抱枕，以139令吉给你呢？那就是因为我们跟 Akemi 是亲骨哎，好朋友，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拿到厂商直销价，比外
外面的这些批发价，我跟你讲，还要再便宜的哈。对啊，你看一下我们的销量数字就知道了，177套已经卖出了哈，非常的高。而且我告诉你哦，现在我们战线已经战到不行了。如果你要等3到4分钟的话，你可以赶快呢上网去买 cjworkshop.com.ny， 因为不用排队，而且还有5%的网购积分，赶快上网买，上网买。是的，那当然很多人想说，哎，其实哦，上一档节目哦，我们已经卖了很多，你看2000套，有没有看得到？真的，这个数字就是大家的一个信心、信赖度来的，证明这个品牌甚至这个枕头，很多人买了又买，买了又买。如果你今天还在看这电视机节目的话，你肯定知道这个枕头很好烫，而且帮你解决了很多睡眠的一个问题。像星星这样，我去很大的那个卖场啊，去买这个枕头都要59粒及90仙，但是你看我需要怎样把它折2层上来才可以 support 得到我的这个颈肩呢？哎，星星哦，那么瘦小哦，都要2层了，更何况是你家的老公，他们的肩膀那么的厚，肯定是需要呢更有衬托力的一个枕头来帮助 support 他们的颈肩。那是真的，枕头很重要哈、啊。如果它可以丢进洗衣机去洗呢，可以保持卫生，那就加分很多，对不对？啊 ，Kimi 呢，这个云丝卷填充的枕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你自己想想看。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去一些酒店啊，去过夜的时候，你睡不着？因为第一，不是每一个酒店，尤其是廉价的酒店，给你的枕头都是 high quality 的。你有没有睡过那种扁扁的，或是凹陷下去的？我就是哦。睡不到啊，完全失眠啊。对啊，而且说到酒店哦，有些酒店啊，除非你去签那种5星级的哈，我们一入住了之后都不想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枕头都是给4颗枕头那么多，所以呢，就是因为4颗枕头有它分别的一个用处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套组到底有些什么哈。首先有的就是4颗 Arkami 云丝卷科技枕头，还送你一个抱枕呢，哎，只卖139令吉，可是你知道我们诚信最好康是有 extra 赠品了，这两个小枕头包括这一个枕头套啊，不挑色不挑款会送给你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赠品了没有？看到就赶快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来18001800808，或者用 CJ Workshop 的手机来买呢，会更加的快的。你看250套已经卖出了啊！是的，没错，所以大家不要再等待喽，今天整个完整的套组真的只需要139令吉，年尾到了，新年也要到了，赶快除旧迎新，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0808，或者直接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CJ Workshop 来抢购吧。睡觉了，大家看一下，买4个枕头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哦，你可以将一个放在你的头那边睡觉，另外2个就是托着你的手，另外一个就是呢，把你的脚啊，轻轻的给它托起来，有助于血液循环。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张酒店的双人床都是有4个枕头的，就是有些可能要抱嘛，可是今天我们额外给你一个抱枕哦，你就是可以直接抱着它，哎呀，好像抱着我的爱人那样，多幸福啊！好舒服哦，你看一下这个画面。哎，你也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享受哈，不昂贵，因为今天只需要139令吉而已。你带回去的可能是4颗枕头，再加一个抱枕哎。而且重点是，你有没有看得到，一颗好的枕头真的很重要。为什么？你看到吗？男人的肩膀是非常厚实的，当然你就要有一个呢有衬托力的一个，可以算是枕头去 support 着我们中间的这个空洞。你看这个空洞完完全全是补充得到，所以呢阿哥不管在反身啊，转头一下哈，你可以看到吗？它都是怎样，都是呢完完整整把这个空间给填补起来了。就算啊，你看你旁边的枕边人这样去弄到你的枕头，你也不拉色的，你看还是可以继续打呼。真的很好睡，各位朋友，我只能讲哦，我遇过这么多枕头了，像这么蓬松的枕头是第一次的。阿 Kimi 的枕头给我很多的信心，而且呢，每次我一睡下去，我就觉得说很快就进入梦乡。是的，没错，而且你看300套已经售出了。
购。那么多人都在抢购，一定有它的原因，因为在外面的 market 你肯定找不到这个价钱。所以各位朋友们，你不要忘记，今天你带回去的枕头，它还有 Andy Dust Mine 的这个 logo 在上面，不是印爽印漂亮给你看的哈，而是真的可以防尘螨。也就是说，我们的枕头基本上哦，上面都住上千千万万只尘螨，而且千千万只的尘螨又会排泄，所以呢，它的这些便便哈，如果你很久没有洗枕头的话，你每天晚上都在跟尘螨的便便睡觉，你可以想象多么的可怕吗？但是因为这个枕头它可以防尘螨、防细菌，所以我们躺在上面睡觉的时候哦，都是非常安心的。哇，你讲到真的是很恐怖哎，可是这是事实来的，各位朋友，你普通家的枕头如果是没有防螨虫、防霉菌啊，或者防细菌啊，你自己赶快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的。然后这是非常恐怖，它会引起你的皮肤过敏的啊。然后现在我们的热线是爆满了的啦，哎呀，占线当中不好意思啦，各位朋友，你需要等五分钟哈。但是星星跟 Gary 在这里呢，推荐大家赶快去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CJ Wow Show， 动作很快很简单。阿 boy 阿哥今天都在家，对不对？叫他们赶快去帮你做这个动作，因为做了这个动作之后，他们就有新枕头可以睡了。对，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有两个枕头，这个是 Akemi 的，这是普通大卖场买的枕头，一个非常的蓬松，另外一个扁到哦，真的、哎、你。睡下去感觉上就好像睡在一块板上面、啊、这样子的枕头你觉得会舒服吗？它完全没有衬托力啊，你看是给你们两个枕头选择哈、啊、你们自己看一下你们想要躺在哪一个枕头上面啊，一二三，当然是你那一个咯，你看我压下去的直接是扁下去了，我就是扁用扁用对，有蓬松感的哦。对，如果你每次睡觉睡到落枕啊、腰酸背痛啊，就表示说你的枕头它已经是时候要换了，它已经患病了，你知道吗？啊，没错。那当然你自己想看一下，那么蓬松的一个枕头，它里面到底是使用的什么样的一个科技，然后为什么要那么蓬松呢？我们现在就解释给你听啊。好，来，我先将枕头拿起来哦，然后你看一下里面呢有一个碟子。这是没有任何的裂痕的哈，然后我将它放在这一边中间，然后呢我将枕头覆盖上去，是这一个呢就是象征着一个人头的重量啊，4kg，然后在这个高度我把它丢下去、嗯、一二三、哦、OK，大家有听到声音吗？没有，而且它是会包型，它会弹回去。对，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枕头啊，它够蓬松，弹力够强，所以这个碟子丝毫无损。OK，、嗯、现在我要将这个枕头呢带过来我的另外一边这一边。是，我们把碟子放过来。那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碟子应该是道具来的 ，plastic 来的、嗯。我们现在就做给你看。如果你家的枕头是这样子扁扁的，睡久了之后中间是变空心了的，你的孩子一个不小心哦，就往我们的这个枕头倒下去的话会怎样呢？对，你自己听一下，我们刚刚丢下去的那个声音是不是很大声？是，就像如果你小孩子这样子跌下去撞下去那个地板呢，就是这样的情况。那再丢一次给你听一下，啊，这个就是刚刚哦，如果让你啊直接把它放在地板上，是你的小朋友咯，一那个头一撞下去那地板，它就是裂掉整个碟子、oh、God， 看到吗？是不是很恐怖、欸、而且很危险、啊、小朋友的头、哦、是非常非常怎样，就是柔软的，非常脆弱的，对不对？如果呢你家使用的枕头是这样的话呢，一定是非常危险之余也非常的不舒服啦。对，368套已经卖出了，大家要抢赶快抢，139真的很值得、啊、是，而且你今天带回去的、啊、是 upgrade 版本的。为什么这样来说？我们使用的是真空包装。那真空包装的好处就是什么？只要你没有开封的话，你这个真空包装你放到新年区它都还是一样这样，所以呢是非常容易收纳的哈。你看到吗？扁扁一片而已。然后呢就算呢你要拿去 travel 啦、啊、还是呢你的孩子、哦、搬新宿舍啊，你都可以呢把它给带去，而且一点都不占空间。再来星星就要教你们，就是呢你看我们呢把我们的这个 plastic 给剪开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哦，原来真空包装哦是那么的好用的。大家看一下哦，我们只要稍微打开一下、哦、它就好像面包这样子，突然间不哎发酵了，对，发酵然后就蓬松了就可以打开起来了、嗯、而且呢它这是在短时间里面呢就变回一个完整的枕头。当然如果你要唤醒它的话呢，你必须要帮它做 massage 啊，当你按摩几下呢啊，它就会变回原本的那个模样了哈。哇，你看一下子的时间呢它就蓬起来了，你有没有看得到？这就是我们带给你的 Akemi 云丝卷枕头。那如果你今天不是买 Akemi 云丝卷枕头啊，你去外面同样的价钱
钱，你可能只买得到这样瓜里地的枕头。OK，这个枕头啊，我们是还没有开封的哈。是，给你看哈，我们真的没有做手脚哈，这真的是在外面有在卖的枕头来的哈。OK， 你不要问我是什么 brand 的，我不会告诉你哈。只是说，你看一下这个枕头，它是硬邦邦的哈，是硬邦邦的，完全没有任何弹力，可是看起来很厚，对不对？对，看起来很厚。大家会觉得一样的感觉。这个摸下去它是有弹力的，这个是死死的。就是假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剪开它里面的时候呢，你就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东西竟然是，我的天，你看到吗？为什么是黑色的？哎呀，这些都是工业的废料，都不要用了的残渣那种残棉呐、啊。然后他把它塞进去里面，然后有很多那种灰尘好像跑出来，对不对？而且很像抹地的拖把的感觉，你看到吗？真的啦！哎，你们要躺这种枕头吗？我们睡觉都会这样子磨蹭我们的枕头，一个不小心，你把你家里的枕头剪开来看，有可能就是长这样的哈。所以大家不要再去花钱、花冤枉钱去买这样的枕头，我们要买要睡就睡最好的。哇，466套。已经卖出了，我们的这个热线是持续在战线当中的、啊、不好意思各位朋友，你上网买上网买上网更快更好啊。是，现在呢星星就把我们 Akemi 的枕头不惜成本剪开给你看，因为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哦、今天云丝卷的科技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科技。那很多人想说哦，云丝卷啊什么来的，那你有没有吃过 Swiss Roll 那种蛋糕？有，对不对？蛋糕呢就是一卷一卷起来，所以呢我们在按蛋糕的时候、啊、它才有一定的那种蓬度嘛，对不对？今天我们的这个枕头就是使用了 Akemi 专有的云丝卷的科技，所以你看好像开 Red Carpet 这样子哦。真的，这根本就是孙悟空的筋斗云嘛，大家你自己看一下，大一片哦，它竟然将一整片的这个聚酯纤维、哦、把它卷起来，所以难怪呢这么有弹性啦，那个回弹力这么强，而且是超级蓬松的。你看一大片啊，我已经站到差不多超出那个电视的边界了啦。是的、啊、就是因为呢它这样子卷起来，用压缩的方式这样子卷起来，所以呢变成我们的枕头是有一定的 bouncing， 一定的这个呢就是衬托力。所以大家你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好科技，你储起来一颗枕头还不到40令吉，你等什么？赶快买它买它。对，139令吉，四个枕头一个抱枕，再加两个小枕头，还有枕头套，139，听到都已经是要立刻买了，对不对？18001800808，如果要抢的话，赶快抢，要不然的话，你就上网去买啊 ，cjwallshop.com.my。是的，每个拜六礼拜1点钟，晨星最好康约定你了，别说不就哦。没错，给你最划算、最超值的套组。那今天的哈就是史上无敌超级好睡的枕头，它可以让你一夜好眠。有的是我们 CJ Wow Show Number One 的枕头套组 ，Akemi Essential 系列的云丝卷枕头。对了，这个云丝卷的填充科技呢，支撑力非常的好，而且回弹性特别的佳啊。是没错，我们还有的是180%的硅化聚酯纤维填充，它可以呢防皮肤过敏啦，可以水洗，而且更加的耐用哦。真的，而且呢它是防尘螨、防细菌、防霉的，所以你安心给你的发育中的小朋友睡啊，就不用担心他皮肤过敏了哈、哦。真的，今天你一口气带回去的可是完整的套组哈，你看一下，有的是4颗云丝卷枕头，再加一个抱枕哦，只需要139令吉。不止，你看我们额外帮你争取回来的两个小枕头，包含枕头套啊，不挑色送出，价值99令吉80%，你通通拿去啊！是的，没错，还有免运费送到你家的好服务哦。你住在西马，不管 Penang、Johor 还是关丹，都是不用付任何的 delivery fee。对了，如果你用 CJ Wow Shop 的手机来购买的话，还可以获得5%的 Wow 购积分，下次买东西可以扣7令吉那么多。我这个枕头呢，真的上边很硬。那有时候我不想睡这么硬的枕头的时候呢，我就会睡这个比较蓬松的，可是它看起来不是很扎实，而且也太旧太肮脏了。所以今天呢要推荐 Akemi 的云丝卷枕头给大家，看一下很蓬松的哦。这个云丝卷枕头呢很有弹性，睡下去的时候感觉上它就会衬托着我们的颈项还有肩膀，很舒服，而且它挺透气的哦。最重要的是它防螨虫啊、防细菌啊、防霉等等，
这是一个很高级的枕头来的。这个枕头呢还可以丢进洗衣机去洗，所以是非常的好用的。你不用担心睡久了之后会变形凹下去哦，因为它是云丝卷枕头。最重要的是它的套组，它的价格太便宜了，在市场上呢绝对找不到，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趁早哦。真的啦，你看一下570套已经卖出了哦，数字已经告诉你说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我们 Akemi 的枕头。那刚刚已经看得到我在家睡这个枕头的时候呢，其实感觉上真的超舒服的，现在我在家也是睡着它，而且它给我一种很安心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防螨虫、防细菌、防霉啊。因为以前我小时候我睡在那个宿舍或是我在家睡的那个枕头，我完全是没有理会他们的哦，所以我知道它很肮脏，因为它有一点臭味，还有口水印。可是我不知道，原来螨虫会导致我们皮肤敏感，长很多青春痘。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皮肤敏感的一个年轻人，所以真的是很可怜呢。是的，而且你知道吗？我就有在报章上读过螨虫的一个危害，因为呢每一个枕头上哦，其实都会有螨虫的。真的。然后呢，螨虫不是一两只的啊，它是用千千万万只来算的哈。然后螨虫又会排便哦，所以螨虫千千万只的螨虫排出来的那种便便哦，就在你的枕头上面。也就是因为这样啊，我们的皮肤啊，甚至我们的呼吸道啊，都会受到影响。那再来，如果你没有买这种有功能性的一个枕头的话呢，你就会去大卖场买到这种咯，扁扁的枕头，你看到吗？你睡久了之后哦，它中间是空心来的，会变形的啊。然后你每一天一睡觉起来的时候，你就要上推推下推推那种，把它集中在中间。哎，干嘛那么累呀？今天我们云丝卷枕头，它既然都还可以放进洗衣机里面，胶胶胶滚滚滚洗洗洗，它都不会变形，因为里面的海绵是一层一层这样子压缩然后卷起来的，所以不管呢你放进洗衣机里面搅啦，它都不是不会这样跑样的啦。各位朋友，你知不知道现在已经是11月了啦，很快就要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恭喜发财，农历新年了。你想想看，如果你先买这个枕头啊，当作是圣诞节礼物送给你的朋友，他会开心吗？很开心。哎，价格才139令吉，而且我们是给你真空包装的啊，所以它所有的枕头全部就在一个 plastic bag 里面，所以你当作礼物送给了，那你不会觉得太大块的。可是最重要是什么？反正就要过年了，要换新的枕头，你现在买就是最适当的时刻了啊！哎，真的，这一份礼物哦，我收到的话，就是每个人收到的话都是很开心的。真的啦，因为一开箱里面哦，有7样单品那么多，哎，你有没有想过，7样单品哈，只需要139令吉而已。这条数你自己拿去除一下，所以一个枕头真的很便宜。所以你自己看一下，4个都是云丝卷填充的枕头，还有一个抱枕呢。这个才卖139令吉，你在外面买得到啊 ？Kimi， 然后这么便宜、这么高品质的枕头的话，你告诉我，我等一下跟你一起去抢，好不好？不然的话，你先赶快打电话来抢。你看，我跟星星额外帮你争取回来的小枕头， yeah. 还包括枕头套的哈，不挑色送出。只是为了这2个小枕头，你都应该抢啦！真的，你试想看，你在外面啊，supermarket 也好 ，shopping mall 或者是我们巴沙马拉嘛，你买一颗枕头，最便宜最便宜的枕头，我跟你说都要30块。但是我们今天呢，139令吉，你带回去的主要的单品呢，有5件的话，你拿来除以5，哎，一个才27令吉，80仙，真的是便宜到笑的。然后刚刚我们的那个数量呢，已经是超过680套那么多了，谢谢大家，真的。我们的热线真的很多，你热爆啊，不好意思的。如果你不要等，继续，赶快上网去买 cjwowshop.com.my， 或是用我们的手机 app 来买呢，也可以获得5%的 wow 购积分啊。是的，那当然，其实我们的这一颗云丝卷枕头啊，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来的。然后呢，很多人买了之后，回去躺了之后啊，都纷纷回来谢谢我们。不信的话，你们自己看一下啊。你看，我们的这个 Miss Car， 他就讲 receive the pillow and bolster in good condition， 他收到了，然后 good love it。很喜欢 ，best choice 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呢，它 guarantee 你 a good resting time， 它保证可以让你拥有一个很轻松的睡眠时间。对，音烧什么啦？他也说，它很柔软，很舒服。另外 ，Nuru 他也讲，哇，它白香啊了，很满意这个枕头。这么多人，他们
都给予一致好评，就表示说它确实是一个高品质很好睡的啦。然后之前我跟星星主持的诚心最好康那一档节目，我们卖了2000套，哎，你看到吗？2000套就表示说这个产品你买到就是赚到了的，大家都是很 sick for 啊。哎，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送给大家2个枕头的嘞，小枕头，但是今天哈，你们买的话，我们有额外再给你2个小枕头，所以是史上无敌超值的一个套组。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年尾很多的这些节庆，然后呢一下子又要新年了啦，如果你家里的这些枕头哦还是旧旧的破破烂烂的扁扁的让你每一天都睡不好的话，是时候除旧迎新，赶快把我们的 Arkami 的这个 Essential 系列的枕头套组给带回家吧，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或者直接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CJ Wow Show 来抢购吧。简单的，你只需要呢到我们的这个 CJ Washer 手机应用程式按进去，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诚心最好康，有的就是以 Arkami Essential Pillow， 然后你按了进去呢，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套组，4颗枕头再加一个抱枕，还要额外再送给你2个小枕头，只需要多少钱？139令吉而已，赶赶红色的按钮按一下 Buy Now 下去，然后选择你要一 set 还是2个 set， 再按 Buy Now 的感觉就可以了。而且最主要是哈，你呢还可以额外呢累积到我们5%的一个 Wow 购物积分，还有 Free Delivery 送到你家的一个好服务啊。然后重点是，如果你不要再上网先给钱也没有关系，你可以选 Cash on Delivery， 我们的货到你家，你看到货了之后你再给他 Cash 139令吉，就那样的简单。哎呀，你一直在那边讲哦，影响我睡觉嘞。真的，我们现在摄影棚是非常的冷的，可是我睡在这个枕头上面的时候，感觉上很舒服，因为它很柔软很蓬松啊。然后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给你4颗枕头，在高级的酒店也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可以享受到最高级的一个衬托，那就是说2个手可以放在2个枕头上面，脚也是有枕头可以衬托。哎，当你的那个脚啊是比较高一点点哦，可以帮助血液循环啊，你知道吗？就不会水肿，对不对？对。然后呢，有这个抱枕给你，你可以抱着它睡觉。然后我不要讲话了，我睡觉。而且你看，基本上在外面呢，你单单买这种一个抱枕哦，其实都是要90多令吉啦，80多令吉。但是我们今天它整个套组只需要139令吉，而且你带回去的枕头是有衬托力的枕头，你看到吗？阿哥的肩膀这里那么的厚实，你家的男人的肩膀也是那么的厚实，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哎，这颗枕头竟然可以 support 到我们的这个颈项颈椎这里耶，这个空洞是完完全全没有空洞的哈，代表你可以完完全全 relax放松去睡觉，你不用你的颈项用力，然后一叫起来哦，你会觉得颈项呢很酸痛。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Arkami 的云丝卷枕头的一个好处啦。对，而且哦，睡下去不会觉得说那个颈热热的，因为它的这布啊是超细纤维的面料，很透气啊。然后睡在上面的感觉就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是的，你看856套已经售出了，这个数字就代表说大家都知道外面是 impossible 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套组的，而且它除了好睡之余啊，哎，它还有功能性的，这个功能性就是 Andy Dasmai， 有看到吗？这里有一个 logo，
这个 logo 不是印好看给你的哈，它是防尘螨的功能，所以尘螨是在上面这里生活不下去的，所以呢这个枕头不会有尘螨，也不会有细菌，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睡得更加的一个安心，至于呢你的脸哈也不会有那种呢痘痘的一个问题一直缠着你啦。哎呦，你讲到那个我就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啊，睡的那些枕头因为都真的是比较劣质，然后没有洗过也没有换过，所以我小的时候啊长很多青春痘嘞。各位妈妈，如果你的孩子呢现在是在发育期间哦，拜托请大家真的要换一个好的枕头给他，至少要防螨虫了，你知道吗？是的，没错。而且你看我就在外面的那种卖场啊，就很多人讲说哎呀枕头哦随随便便睡得到就可以了的啦，但是你没有发现到其实你花了钱你买枕头回去哦不舒服的话你是把它隔在一边的，所以买枕头你一定要买的对买的好，这个枕头还可以放去洗衣机里面洗的哈，超级厉害啊。可是 接下来做的这一个 demo 呢你会觉得很厉害，你看这个碟子呢是完好无瑕的哈，然后我就将它呢直接放在我们的这个桌子上面，因为我接下来要用我的枕头覆盖上去，是，然后呢再用这个哑铃哦，代表四个 kg 就代表一个小孩子的头，我们丢下去 OK、哎、呦，你自己看一下有没有事情，完全是没有这个破裂的情况出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枕头它实在是太蓬松了哈。是的，就是有一定的一个衬托力啦，所以当我们睡在上面的时候呢，你也不会觉得哎呀我的颈椎还要再用力，这就是因为呢你颈椎要用力，你第二天起来你的腰啊你的这个肩膀啊才会酸痛。对，这是普通的枕头很扁哈、嗯、然后我们一样的这个高度啊就把它这个哑铃丢下去，大家听到那个声音很大很大声吗？然后如果是小朋友的头直接掉下去这个枕头上面，如果是在地板的话它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大家看一下 Oh my god， 你看一下那碟子已经是裂掉了啦，你的小朋友的头一定是起很多红毛劳的啦要不然就黑青了、啊、这个就是普通那种、X brand 的那个枕头、哦、它没有办法衬托那个头部的这个情况了。938号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是的，我们现在电话一直持续的在在线当中，需要等7分钟，不要等哈，我们的时间剩下不少啊，不多哈、啊、所以呢赶快呢去上网抢购。而且我们今天带给你是 upgrade 版本的，是真空包装的。你知道为什么要真空包装吗？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么便宜他们买回去是拿来囤货的，或者是买回去啊是拿来怎样，就是呢额外自己啊又在呢可以算是转卖给朋友的哈。但是你看今天啊如果没有真空包装的话，你买来你收住去到新年都不是问题，而且呢它打开来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方便的，你只需要剪开它，它就会怎样恢复原形啦。真的，如果你要打算啊在这个 Christmas 送礼物给人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枕头真的是很适合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139块总共有4个，而且呢你看一下我们一打开这个 plastic bag 它立刻就好像一个蛋糕哦，就是胀了起来咧。哦，而且你只需要 用手这样子给它按摩按摩，拍打拍打它一下呢，它就立马会恢复成我们云丝卷枕头的一个蓬松啦，你看，哇、哦，真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空包装哦，很少看到，可是我们 Akemi 做到了，为了就是要方便大家，4颗枕头一个抱枕，1500套已经卖出了、哦，谢谢大家。哇，再一次强调，我们的存货所剩无几，所以你要抢的话，动作一定要快，年尾要到了，新年也要到了，赶快来换一下一组全新的枕头套组吧。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来1800180808，或者用CJ Workshop 的手机 app 来购买咯。谢谢你支持我们，诚心最好康，下个礼拜再见，拜拜。